Amen。 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到这一次全泰负责弟兄及服侍者聚会的最后一篇，就是第八篇。弟兄姊妹们，这一篇信息的标题讲到在末后的日子对神有时代的价值，以转移时代。在这一篇信息总共有三个大点。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神的渴望，神要来结束这个时代并带进国度时代，所以神所需要的也是神能够完成的，神需要得着这一个时代的凭借。在第二大点讲到这个原则，男孩子的原则。在第三大点乃是讲到尼西米的榜样，这乃是在旧约里面的得胜者。感谢主，在这一篇信息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讲到神的渴望，乃是结束这个时代并带进国度时代，要做这事他必须得着时代的凭借。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他有他的经纶，他也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渴望。神的渴望在这一个时代，他要来结束这个时代并将我们带进要来的时代，就是千年国时代。神要成就这件事情，他需要得着凭借。弟兄姊妹们，这里的凭借是什么？凭借就是那一些神能够使用的人，这一个凭借乃是使神能够行动的路。所以神的工作需要借着我们人来与主配合，无论你是谁，只要你与神配合，你就是凭借。所以这一个凭借在神转移时代，在第一大点给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十二章讲到这个男孩子。我先来读第三中点，这里讲到男孩子，但是确定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时代神都有他的行动，在他每一个时代的行动里面，主都需要有他的凭借。比方在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主得着凭借就是挪亚的自己，挪亚是神来转移那个时代的凭借，因为他过这样的生活，过转移时代的生活，并有转移时代的工作。撒母耳也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他也是神的凭借，他乃是从这一个士师的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还有谁呢？还有但以理，但以理也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从被掳的时代归回到犹大地。所以神有他的工作，神要来转移这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间，神需要我们人来与他配合，这些与他配合的人就是他的凭借。为着这一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十二章。在启示录十二章，在那里讲到他的转移时代的凭借，在第三中点讲到男孩子被提到天上，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及天上宣告国度来到了，表明神得着男孩子乃是他最大的时代行动，因为这要结束召会时代引进国度时代。 Amen。 这个乃是在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五节讲到这一个男孩子要来转移这个时代。我读这个经节给大家听。启示录十二章一节讲到，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一个妇人是谁？这一个妇人乃是
历世历代神所有的子民，历世历代神全体的子民。这一个妇人在第五节告诉我们，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要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一个妇人乃是预表召会，在新约里面预表召会。从这一个列祖的时代有十二星的冠冕，然后召会乃是预表这个月亮有预表，然后日头生披日头。这一个妇人在第五节讲到，她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谁？就是那些最刚强的部分，在神子民中那些刚强的部分。生了男孩子之后，结果怎么样？在第六到第七节讲到，在天上就有大的征战，然后撒旦并他的使者要被摔到地上。从此接下来就到第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 Amen， 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已经来到了，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什么来到了？就是这个国度的实现来到了。这一个怎样来到，乃是有这一个凭借，就是男孩子的背提。若是没有男孩子，就不会有时代的转移。这一个男孩子是很重要的凭借，男孩子从这个妇人而生。所以在新约里面，召会的责任，我们要产生这一个男孩子，产生这些刚强的部分。这些刚强的部分，他们要在这里执行重要的责任，他们要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撒旦要被摔到地上，然后就会带进要来的国度，就是千年国。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篇信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在新约的召会，神的旨意，神的建造能够来成就，乃是要得着这一个男孩子。男孩子有这一个特权，他就是要来征服他的仇敌，就是撒旦，要将撒旦摔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召会里面，神的旨意，他要转移这一个时代，能否成就在于我们的召会能否产生这一个男孩子。确定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渴慕，我们要有份于这一个。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时代是最享特权的，我们能为神做的最多。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要被神使用，就必须付极大的代价。所以男孩子，弟兄姊妹们，是神需要得着的，为着来结束这个时代。然后我们都需要付极大的代价，我们都需要成为男孩子，这个是我们首要的目标。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李弟兄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人，我们要做基督徒，做基督徒要在主的恢复里。当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成为男孩子。男孩子有这一个特权，在这个最好的时间里面，我们要与主的工作有极大的合作。不仅我们自己要有目标要成为男孩子，我们所在的地方召会，我们所在的召会，我们要去成全一些人，使他们受得着供应，成全，使他们刚强起来，成为男孩子，成为那一些刚强的部分。感谢赞美主。在第二大点这里讲到，因着召会并没有达到神的目的，神就拣选一般得胜者。
他们能达到神的目的，并成功神的要求。这是男孩子的原则。男孩子的原则，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已经堕落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教会向着神的旨意，这一他失败了，没有办法来成就神原初的旨意。大部分的子民没有承受这一个责任，神要来结束这一个时代，并带进要来的时代，但是教会并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所以神就拣选这一个男孩子，拣选这一般得胜者。所以神的拣选，神他拣选，他也来呼召我们。从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看到，我们看见在那里教会在堕落的情形里面，起初的教会他们的情形是堕落的，没有办法完成神原初的旨意，神就来呼召得胜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男孩子，成为得胜者，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我们要向着他的呼召有回应。原则一直都是这样的，在新约、旧约，在旧约也是一样，神来呼召这一般人要成为得胜者，就像在旧约，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主的目标要使他们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都来服侍他，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但是他的子民去拜偶像，去拜这个金牛犊，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神就借着摩西来呼召，在那里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这个是主向着这个得胜者的呼召。所以只有一个支派，只有利未支派，他向着这一件事情有感觉，他也有回应。最后只有这一个支派来成为祭司服侍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男孩子，我有一个负担，就是说今天我们需要有回应，向着神的呼召有回应，我们要向着他的旨意有回应，我们也需要向着他的行动有回应。弟兄姊妹们，神他要有这一个建造的工作，他要建造教会，所以教会要被建造起来，就需要有扩增有扩展。这一个扩增扩展，弟兄姊妹们，当教会报告这个目标的时候，比方现在我们有十年计划，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这十年的计划，教会报告这一个目标，教会要往前，要扩增，要得着五千的圣徒，在全泰国要得着一百处的教会，曼谷的教会要有五十个分区。当我们听到这一个乃是神的呼召，这一个目标乃是神在地上的行动吗？这是确定的，这是神在地上的行动。当我们听见了，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不要有不幸的恶心，我们向着这一个呼召，若我们是男孩子，我们就要说阿们，我们要起来与主配合，我们要答应这一个呼召。所以我们向着这个事情的态度要指明我们是否是男孩子。每一个得胜者都会向着神的行动有回应。我们看但以理，但以理他读耶利米书，他讲到说这一个神的子民要被掳七十年，他一读到他马上就有反应，他就拿这个事情去祷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听到教会的目标，教会讲这个十年计划有这样的行动，我们有这样的目标，这个是神在地上的行动，
我们听见之后，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感觉怎样？我们是阿们，哈利路亚，我愿意与你配合，还是说你在那里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肯定跟你有关系，因为这个是神的行动。神他有一个原则，神他无论做什么，他不借着自己来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人，神要借着人来对付他的仇敌，神需要人来与主配合。所以这一个得胜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向着这些神的呼召有回应，向着他的旨意，他的在地上的行动有回应，向着召会的目标有回应。所以我们都需要起来，我们不要有不幸的恶心，这个是我要交通的第一个负担。这一个男孩子在第二大点讲到说，他是刚强的部分。我想要先来讲第五终点，第五终点告诉我们，这里讲到说，男孩子是由得胜者所组成，他们代替召会站住，站在全召会所当站的地位，替召会做事。我们要代替召会站住，我们今天若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站在召会所当站的地位，并替召会做事。今天召会的地位，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是什么？我们乃是这个心腹，但是我们向着仇敌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就是战士，我们要来征战。今天我们在召会的立场上，我们要跟神的仇敌征战。就像以上一篇的信息，这一个使徒保罗，他也是进入这个征战里面。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没有进到这个征战里？在以弗所六章讲到这个宇宙的战士，团体的战士。以弗所六章十节讲到说，我们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立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的战士需要站住，我们要坚定的站住。若是我们摔倒，这一个征战就失败。所以我们要站住，我们做凡事都要站住，我们诚心我们也要站住，我们在祷告上也是一样。周六的祷告，我们从十点到十二点，这一件事情我们要站住。神他的工作要借着祷告，我们要站住，并要坚定持续，不是祷告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有的时候我们来，有的时候就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进到这个征战里面，进到这个负担里面，我们就要为着神的征战而站住，为着他在地上的权益。感谢赞美主。在第一小点讲到，所有的子民都该在神永远的目的里有份，但他们没有都负起该负的责任。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背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召会的事，替召会做事，要征服神的仇敌，要带进他的国度。 Amen， 感谢赞美主。然后在第六终点讲到，男孩子的背题乃是一个战略，使撒旦在天上不再有地位。我们必须背题执行神对他仇敌的审判，使神的需要得着满足。肯定的，我们被提，在那圣经讲到说，我们在大灾难之前被提，我们就不会遇见幕后三年半的大灾难。神使神的需要得着满足。第七终点可以给我们看见，这是得胜的秘诀。这一个男孩子得胜者能够胜过神的仇敌。第七终点讲到说，构成男孩子的信徒胜过魔鬼，控告者毁谤者就是神的对头撒旦，乃是因羔羊的血
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这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所讲到的，这一个得胜者需要有这样的生活，要运用羔羊的血。血是撒旦最怕的，我们所做的凡事都是要在这个血的遮盖底下。这一个血是得胜的，主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得胜，他流出了这个宝血，不仅除去我们的罪，这也是他的仇敌最怕的。所以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在他的血的遮盖之下，要让他的血来洁净我们，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我们要学习来讲说话。这见证的话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这一个话就是基督成为神的见证。我们要来宣告基督，宣告主的得胜。我们要学习宣告基督，要向撒旦来宣告，跟撒旦说，撒旦你已经失败了，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要学习宣告基督的得胜，我们要出去将基督传扬给别人，赶除他们身上的撒旦。然后另外一个，这些得胜者男孩子，他们不爱自己的魂生命，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他们的生活乃是愿意在十字架之下，愿意经过十字架，愿意过否认己的生活，背起十字架，丧失魂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主，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也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成为转移时代的人，成为男孩子，能够转移时代，从教会的时代能够进到国度的时代。在第三大点，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得胜者的榜样。在旧约里面，得胜者的榜样就是尼希米。尼希米是真正的得胜者，他的特征，尼希米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接下来瓦萨弟兄会跟我们讲到这个负担，会讲到尼希米。感谢赞美主，我先来跟大家交通一下这一个负担，要求神得着我们，使我们能够有稳固的心智，能够起来与主配合。我们要成为男孩子，我们也要能够来成全别人，使别人成为男孩子，成为教会里面刚强的部分。感谢赞美主，这样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为着最后一篇第八篇的信息感谢主，乃是讲到这个转移时代的人。总结来说，这八篇的信息每一篇都是讲到这一个得胜者，这一个得胜者乃是转移时代的人。 Amen。 有一些我们可能看得非常清楚，讲到神呼召得胜者，比方这个精明的童女，她是得胜者，或者忠信的奴仆、精明的奴仆，他们都是得胜者。特别是在第五篇讲到时代的祷告，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说，这跟得胜者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们，这有非常大的关系。时代的祷告就是为着转移时代而祷告，这一些人他们乃是得胜者。你可能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祷告来转移时代，你就能够成为得胜者。就像但以理，他在巴比伦，他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他能够祷告，他的祷告转移时代，他持守主在王上八章四十八节的话，他的祷告是神所垂听的，要恢复圣地、圣城、圣殿。所以但以理他向打开窗户一日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这一个使神能够转移时代，乃是借着但以理的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们，可能你有些是年长的，你也能够成为得胜者，不要退后，觉得说没有机会了。只要我们定义来祷告，有时代的祷告，为着转移时代而祷告，我们就能够成为今日的但以理，我们就能够得胜，也能够同样来转移时代。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留意，也要有清楚的看见，不是说我们信主罪得的赦免，免去沉沦，有永远的生命，然后有些基督教就讲到说我们要上天堂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们，没有天堂给我们上，不要迷信这些话。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得救是不灭亡，但是神的旨意还是要我们成为得胜者。我们可以在启示录二三章看见这七处的召会，七处的召会乃是预表所有的召会，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每一处的召会最后都说，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让他使他能够吃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是主他正在呼召得胜者。在召会堕落的情形，这一个黑暗的时代，神在呼召这一般少部分的人成为得胜者，为着转移时代。 Amen。 比方但以理，在这一篇要讲到尼希米，他们都是转移时代的人，要从被掳的时代，在巴比伦要归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这个是转移时代的人。我们在今日，我们也要成为转移时代的人，就是成为得胜者，要从这个恩典的时代转到要来的时代，国度的时代。感谢主，在这一个恩典的时代结束之后，有这个千年国的时代。在基督教中间有很多的信徒从来没有听过千年国时代，他们是不是寻求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来寻求，也要看见。我有看到过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来跟我交谈，他说，我说这个时代结束之后是千年国，他们说你从哪里看到的，从哪里来的，我就说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比方在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讲到，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别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一千年就是千年国。在恩典的时代之后有千年国，在千年国之后就会进入这一个永世，就是新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智慧，为什么？为着使主能够得着一般的得胜者，是那一些定义真正的基督徒，不是那一些只有外表没有实际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作为信徒，我们需要有实际，我们不要留在外壳，外壳就是留在这一个宗教传统仪式里面。若是我们在实际里，我们需要在神的神圣性情里，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要除去我们天然的生命，要操练在复活的生命里，我们要被主所重新构成。就像这一个芥菜，它要有供应生命，要来供应生命，要像这一饼也要来供应生命。在马太十三章讲到，感谢赞美主，我们若是在今天在这一个实际里，那日我们就能够有份于千年国，我们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得胜者。要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不管是倪弟兄还是李弟兄，经常跟我们说，
我们若是成为人，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若是在基督徒，不是在宗教里面，要在实际里面，我们要在这主的恢复里面。当我们是在主恢复里的基督徒，你还要当心，你可能还会失败。你在主的恢复里面，你不要不冷不热。你在主的恢复里面，不要像这个撒迪的召会、老底家的召会，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要成为在灵里火热的基督徒，要有实际，我们就能够成为那些得胜的。Amen。 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得胜者是不是被提就是殉道？这里的殉道呢，是男孩子，男孩子就是那些已死的得胜者，出熟的果子就是那些活着被提的。在启示录十二章五节讲到这个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前，出熟的果子在启示录十四章讲到那些生命成熟还活着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这一些人是得胜者，是转移时代的人，要带进主的再来，为建在地上建立千年国。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主正在呼召，他的呼召，主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意思是说有些人有耳朵他没有听，或者他左耳进右耳出。哦，主耶稣，我们要听到里面，并要带进实行。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为着使我们能够成为今日的得胜者。现在我要来讲这个尼希米。尼希米是这个得胜者的榜样。在这篇信息告诉我们，在最后的一个点，就是第七终点，尼希米是人类历史上完美的首领，上好的首领，也是一个长老该如何的最好最佳榜样。尤其是众召会中领头的人，要思想他的榜样，这叫我们也能够成为得着神并将神永留给人的榜样，以转移这时代。Amen。 尼希米他是君王，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去读尼希米记，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成为好的榜样。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从被掳归回，他最重要的点就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跟城墙。第一批回来的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建造圣殿，以斯拉来教导律法，尼希米建成跟城墙。这个是神所需要的，神需要这样一般放胆的人，愿意丧失自己的魂生命，并且是丧失自己虽至于死。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讲到，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他们乃是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活着，为着神的经纶活着。 Amen。 这一个那日的尼希米，我们乃是今日，我们要成为今日的尼希米，我们要成为今日的但以理，为着转移时代。感谢赞美主。尼希米我们都知道他是王的师舅，他是亚达薛西王的师舅，是巴比伦王。若是讲到他的地位，他是王的师舅，他在巴比伦其实是很享受的，为什么要来这里受苦，要回去建造这个城墙，非常的为难，有很多的仇敌一直在攻击，
要杀他们。他建造是一手持兵器，一手建造，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就觉得说，我一边享受属世，一边有地位享受，他就不在意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唯有那些得胜的，他才愿意顾到这个事情。像保罗在哥罗西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里讲到说，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完全吗？完全成就吗？在基督一方面他都已经完全了，在救赎一方面，这一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一个建造身体上还没有完全。这建造他的身体召会，主耶稣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讲到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个是极大的预言，要建造召会作为他的国度，主耶稣已经预言。但是主他被钉的时候，召会还没有被建起来，所以要借着我们，借着保罗，借着我们要与他一同受患难。就像尼西米他要回去建造城墙，建造耶路撒冷城城墙，这个乃是预表恢复国度。约书亚所罗巴伯建殿，乃是预表召会，召会就是国度，召会的扩大就是国度，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讲的角度不一样。感谢赞美主。所以尼西米他回来重建这一个城墙，在那个时候的城墙，尼西米他的性格非常的好，他是一个进取的人，他不退后，只往前，他才能够来建造城墙。这一个以前建造城墙不是那么简单，耶路撒冷的城墙，我有去查，讲到说长大概四公里，不是一百两百米，四公里。那个时候的城墙不像我们现在这一个城家里的墙高有十四到十五米，他要防他的仇敌，城墙的厚度至少二点五米，有二到三米。我们想想看一下中国的长城，我们有去看过，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建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好的这一些技术来建造，就是要用人去建造，然后在这个城墙上有十二个门，每一个门都非常的高大，这一个不简单。我觉得说这一个尼西米照的信息讲到说他是一个进取的人，我们从哪里看到？圣经没有讲到进取，但是我们从他的所作所行里面，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进取的人，他不退后，他建造这么大的城墙五十二天就建成了。我们想一想，有谁能够像尼西米有这样进取的性格，只是往前不退后，没有软弱，只是往前，五十二天建成。若是让我们去建，给我们五十二天一个门，我们能够建成吗？哦，主耶稣，但是他建造了十二个门，并建成了三四公里的城墙，这个城墙这么的高，这个都是用大石头叠成的，这个不简单。所以他的性格是非常的好，他的性格是直视往前，是进取的，五十二天就建成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六章十五节，五十二天就建成，感谢赞美主。五十二这个数字，所以我非常的摸着，我就一直记着这个数字。这一位他能够五十二天就建成这个城墙，所以在疫情期间我就跟主祷告，
也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想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至少把新约读一遍。我就跟主祷告，就想到这五十二天，新约五十二天读一遍要怎么来读，然后答案就是说总共有260章，每一天读5章，五十二天读一遍。我也没有跟别人讲，有很多人他在五十二天读完他就要成为今日的尼西米，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已经10年了还没有读过一遍，所以在疫情期间52天，有些人他非常喜乐的就读完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这一个性格，像尼西米一样，要有进取的性格，要建造城墙，就是建造他的国度。感谢赞美主，这一个建造城墙，弟兄姊妹们，尼西米他的性格怎样的好呢？我们可以去看1章，有一些的经节我想要读给大家听。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在那里讲到说，我听见这些话，就是说他们说到圣殿被毁，他听见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在1章4节。感谢赞美主，他的祷告不仅是在那里哭泣，他更是在那里进食，他更是在第6节，他更是在那里认罪，就是我现今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所祷告的，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他不仅为自己认罪，他更是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认罪。哦，主耶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仅要为自己认罪，我们更是要为神的子民认罪。除此之外，他的祷告在第8节讲到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不忠信，我就把你们分散在诸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遵守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给我民居住的地方。尼西米的祷告，他乃是照着神的话来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时代的祷告，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祷告，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情和喜好。他祷告呢，是照着神的旨意，要来恢复圣殿、圣城、圣地，为着独一的目标，为着这一个事情祷告，照着神的话，神就垂听他的祷告。他有这一个进取的灵，他看到他神子民之间的情形，他就非常的悲哀，他就进食。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情形，福音没有传出去，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们是悲哀吗？我们有没有进食祷告？我们有悔改认罪吗？我们有多少照着神的旨意祷告？这一个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个是尼西米的榜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要成为祷告的人，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为着始祖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每一件的工作都是从祷告开始，若是没有祷告，主就没有路，都是要借着祷告。感谢赞美主，这一个进取的性格，他做什么他都是非常的快，但是他的进取，我们要知道他没有运用他天然的生命，尼西米他没有活在他天然的能力，他乃是经过十字架并在复活里，他的生活是经过十字架并在复活里，这个乃是用我们今日的话来说的，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十字架，但是乃是讲到属灵的意义，至少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特性，在2章8节讲到他在那里祷告，他向王来求，他对最后说，他说
因我神美善的手帮助我。尼希米他有神的手来帮助他，那意思就是说神的手在他之上，他没有做什么照着他自己，他要照着神的手来帮助他。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照着他自己，照着他的天然来做。十二节讲到说他能够有分于去回去建造城墙，他是讲到说神使我心里起意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神使他心里起意，不是照着他的天然喜好，神来鼓励他，神的手在他之上帮助他。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里面的神有多少在我们里面来推动来起义，他的手有没有在我们之上？在新约其实神已经在我们的灵里，基督已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要学习在灵里，我们要与主成为一，他的手就会带领我们，他就会来在我们里面起义，与他一同行动，为了成就他今日的目标。所以尼希米他不在天然里，不在自己里，他乃是活在复活里，经过十字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今日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火热我们就很冷淡，当我们一火热天然就出来了。在今日基督教里面，有些人火热起来，他的火热是在肉体里面，就会带进分裂，带进很多的问题。圣经里面讲到说要在灵里火热，不是在肉体里面火热。所以尼希米他火热，神的手在他之上来，在他心里起义，所以他能够在52天建成这个城墙。在这一篇信息有很多的点来讲到，我没有时间讲每一个细节，讲到尼希米是怎样的人。在第四中点第一小点讲到说，在尼希米与神的关系上，他爱神也爱神在地上的权益，包括圣地表征基督，圣殿表征教会，和圣城表征神的国。 Amen。 作为一个爱神的人，尼希米在交通中祷告神，他站在神的话上。第三小点讲到说尼希米信靠神，甚至与神成为一，结果他成为神的代表。第四，尼希米在他与百姓的关系上全然不自私，他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不顾自己的利益，他始终乐意为百姓和国家牺牲他的所有。他不自私，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为什么自私？自私就是在肉体，在天然里。若是我们不在肉体，不在天然里，我们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我们就会不自私。今天教会不能得着恢复，不能得着扩展，教会的情形没有几个人大家都不冷不热，我们都在那边没有感觉，这个就是自私。我们可能想要自己过得舒服，就像有一个时代神的子民，他们每一个人只顾到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但神的殿荒凉，神就差遣这个圣言者跟他说，神要把这些全部都吹去。神因为神的子民不顾到神在地上的权益，只顾到自己，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尼希米他不自私，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所有，他不看重自己的性命。感谢主，他能够向这个王去求，他有放胆向王去求。他在王面前敬酒的时候，他面带愁容，王就对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哦，主耶稣，只是这一句话尼希米就怕，但是感谢主，尼希米他放胆，他是一个愿意殉道的人，他就在那里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恋主坟墓所在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因为神的城门已经被火焚烧，
我要回去建造城，他敢说这个就等于是背叛，他可能会被杀，但是他借着信心去求，他有这样放胆的心，他就照着神的旨意去求，神就使这一个王允许他回去，让他回去，并支持他回去建造这个城墙。看到没有，万有都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着益处，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节讲到。感谢赞美主，他就能够非常顺利的回去，也能够建成这个城墙。即使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征战，但是他因着他不自私，他愿意为着主牺牲，他能够来完成这个事情，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尼希米他不仅白天工作，并且有分于夜间守望，他是非常殷勤，他昼夜工作。在第三小点讲到说，尼希米与他的弟兄因敬畏神，十二年之久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是省长，他是君王，他十二年没有吃省长的俸禄，这个是真的是牺牲，因为他敬畏神。第四小点讲到说，尼希米坚定持续做城墙的工，没有接受任何一种报酬，他不图私利，反而供养别人，他供养至少有150位，免费的供养他们，他没有拿省长的俸禄，他没有拿这一些工费去供应他们，他是有心为着主。感谢赞美主。尼希米他也全然没有野心，他非常的纯洁，可以去看他让以斯拉来与他配合，以斯拉来以神的话重新构成神的子民。若是他有野心，他要自己伟大，他就谁也看不上，他能够与人配搭。尼希米和以斯拉配搭的非常好，那一些有野心的人没有办法跟人配搭，最后就产生分裂。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跟随尼希米的榜样。其实他的点非常的多，但是时间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讲太多。最后我想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跟随尼希米的榜样，那灵在我们里面鼓励我们，让他的手在我们之上，使我们有这一个像尼希米一样进取的性格，能够一同有分于建造教会，就是他的国度。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传国度的福音，照在马太24章24节，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居人之地，我们要有多少有分于这个国度福音的传扬，这个非常的重要。若是我们的性格是进取的，不管我们在怎样的情形里面，福音还是能够传扬出去，在于我们是否进取。若是我们是退后的、软弱的，若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不往前，我们就会失败。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性格，进取的性格。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从来不后退，他只是往前。主要建立这个千年国，他要借着我们成为凭借，成为与他配合的人。神要做什么都需要有人与他配合，这个是神所建立的原则。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主他要赐下这个雨，若是人不耕地，就不会产生什么果子。我们需要配合，这个是大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定的10年计划能否成就，在于我们每一位都要起来，我们要跟随尼希米的榜样，我们要进取，我们要出去，要带头，不要退后。神他有路，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们就要从祷告开始，神会来成就。我们不要，我们说现在已经有2000位，我们要再增加3000位，要有5000位长存的，增加3000位，在10年之内，我们至少要得着10000位圣徒得救，才能够留下3000位。所以每一处的教会，每一处的地方，
就是至少每一处要得着十五位。有些人说，我当地教会弟兄姊妹还不到十位，叫我增加十五位怎么办？怎么做得到？若是你有尼西米的灵，你就会能够去结果子。你要刚强，不要怕。在以前，我有在这一个学校工厂里面传福音，进去了一次性就有几十位得救。比方之前在这个王弟兄的工厂里面，王弟兄进到教会生活里面，我就跟他讲，因为他工人有400多位，我就跟他说，我要在你工厂这边传福音。王弟兄就说，等到下班的时候都是人，你可以去传。我说那样不行，那样没有益处，我要进到你的工厂，在你的这一个用餐的地方，你要把他们全部叫过来，你要与同的有分于属天的工作，你要照样付工资给他们，让他们来听福音1个小时，照会去供应他们食物，然后让他去祷告。他祷告完说照会都不用付，他说我也愿意就是给他们食物，你们只要去传就好了。传了2次就受尽了30几位。从那个在那里后来有小排，后来因为经济不好他的工厂就关掉了，现在还有一部分留到现在。在学校也是一样，有一次我去东北部去安纳泽伦，我们有一个弟兄在那边，他是工作，我就跟他说我要来你这边就是传福音，你要写信给在学校的领导，要给他们，要给这一个学生来传讲，就是要跟他求2天2次。然后他就写信去了，他们真的同意了。我传了2次，有70几位受浸。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讲了很多遍了。以前在前几天在15区，我就跟文珍弟兄说，马弟兄的工厂也有很多人，你要去传讲。然后文珍弟兄他也是第一次，他就听进去了，第一次就传了有3位受浸，第二次有7位。现在已经有10位了，也可以在那里建立小排，我想不久在那边可能可以建立召会。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有路的。在奥纳那边就是从甘亚尼一个姊妹开始，我们能够在那里建立召会。若是我们的性格是积极进取的，神就有路。弟兄姊妹们愿意配搭你就去传，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她跟她丈夫，我们就靠着信心去传讲，今年建立召会，他就说好，就开始在那边传讲。感谢赞美主，现在已经确定了，是12月20号要在奥纳建立召会，在那边传讲已经有17、18位得救，他们的目标是20位，这个目标很快就达到了。南部有很多的召会跟他们一同配搭，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往前，不要退后，不要害怕，我们要往前，不能退。我们一退，仇敌就进来，我们就会失败。撒旦他就一直在那里。我们知道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胜。要求主来祝福每一处的召会，使我们都能够一同有份于这10年计划，并照着神的旨意成就这10年的计划。感谢赞美主。阿们，赞美主。弟兄姊妹们，我是曼谷神的召会2区的弟兄，我叫 Dexter。 我原来在菲律宾 Melbourne 教会聚会，也就是菲律宾的训练中心所在地。5年前主将我和我的家人带到泰国来，至此之后我就一直享受着主丰富的供应，参加曼谷2区的教会生活。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说道，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是忠心的，因为我曾多次失信于主，甚至得罪主，但是主一直是信实的，
因为他本是如此，他不能否定自己。赞美主，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信实，他将他自己供应给我们，做我们的福分。他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哥罗西书说道，他就是那要来之事的影儿的实体。我的整个教会生活中从来都不够全面，也不够丰富，但是我有自信说，我有的就是我所需要的。主是供应的那一位，年复一年，他是我的节期；月复一月，他是我的月朔；周复一周，他是我的安息日；日复一日，他是我的玛拿。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享受主恩典的经历，在教会生活中，在个人一面与主之间的交通中，它就是我们可享受的实际。宗教一提到主的恩典，都会和物质事物相连。一面不可否认，我们确实需要物质来生存，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主供应信仰之家，神的家，他必顾念，更何况家中的你我呢？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来顾念我们，而非按我们天然的打算。愿主扩充我们的度量，我们越被扩充，那信心的灵就更深地进入到我们里面，供应我们，做我们的信实，我们的一切正面事物及要来之事影儿的实际。感谢赞美主，阿们。我是一位菲律宾的弟兄，刚刚加入到曼谷某区的聚会中。在菲律宾全时间训练结束后，我已工作了多年。去年2019年9月，我和我的姊妹还有85岁的岳丈来到了泰国，在和当地圣徒的相调中，通过一对在泰国工作的菲律宾夫妇的介绍，我们认识了18区的圣徒。会所离 New Tabon Province 就是我们待的地方并不是很远，但是那时我就在想，要怎么才能听懂会中分享的语言，就是泰文和中文。最终我意识到，来到主面前，语言并不是一种阻碍，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中。于是我就参加了泰文、中文区的聚会。到达泰国几天后，另一位之前全时间训练毕业的菲律宾圣徒到了这里。过了几天后，由于三月的新冠疫情，飞机航班取消了，还有另一对不久前全时间训练毕业的菲律宾夫妇也刚刚来到泰国。刚到泰国不久后，线下面对面的主日聚会就被禁止。那时线上主日聚会有菲律宾的圣徒，还有一些福音朋友参加。感谢主，在新冠疫情期间，有五位福音朋友于2020年6月得救。目前我们还在一直祷告，求主再得着15个人。现在情况渐渐好转，线下主日聚会也可以继续实行。感谢主的牧养，又有新人加入到我们中间来聚会。现在我们会中使用泰中英语来享受主，我们也有和圣徒以及菲律宾的福音朋友有家聚会、祷告聚会、小组追求。我记得大本诗歌598首中第五段唱道，他的所有众肢体出自各方各民。感谢主，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连条为一。阿们。赞美主，我是萨拉尤弟兄，今天有机会能够见证关于曼谷神的召会二十分区的建立。二十分区位于雍哲仁会所，原先这个会所是曼谷神的召会第十一分区的会所，是成立于2003年，后来因着一些原因，这里的聚会要搬到其他地方，后来有安南姊妹还有达林梯姊妹，他们两位搬到这里，他们两位有心愿奉献自己为着主的工作，并且非常的爱主。在一区的服侍者有负担为着在雍哲仁这里的儿童牌，他们两位愿意配搭，因为他们也看见儿童工作实在是大的福音，借着将神的话撒到这些儿童们里面，并且也有机会可以得着他们的父母，使他们得着主做他们的救主。曼谷第二十分区也是从弟兄姊妹得着很多的祝福，感谢主。所以在2020年11月15号就正式成立，也是借着弟兄姊妹们的带导和配搭，两次的福音爱宴，就是2020年10月16号还有2020年11月1号这两次的福音聚会，使我们可以带领很多的罪人得救，总共有12位。那2020年11月15号那一天是建立新的分区，也有总共12位的人得救，并且加上在一区有一位得救，所以总共有25位得受浸得救，并且在建立分区的那一天聚会一共有24位参加。感谢赞美主，借着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和代求以及弟兄姊妹们的配搭，曼谷神的召会第二十分区正式成立了，感谢主。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为着在11月15号建立神的召会，感谢主。我要接续 S 弟兄继续分享见证，总共有4个点要交通。第一个点就是当召会有吹号有带领的时候，无论是曼谷的每个分区要建立儿童牌也好，或者为着10年计划，曼谷的每个分区要在3到5年内至少要增一个区，当区里的负责弟兄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一区的弟兄姊妹都愿意顺服并且简单的跟随。第二个点，弟兄姊妹有同心合意的配搭，我们的无论是配搭儿童牌或者说是配搭争区，弟兄姊妹都愿意将一塔连德交出来，感谢主。弟兄曾经给我们说过，同心合意乃是开启新约一切福分的钥匙，哈利路亚。第三个点就是弟兄姊妹同心同魂一同的祷告，除了周四周六的祷告，每天早晨在晨兴结束后，我们都有坚定持续的祷告，感谢赞美主。第四个点，除了有祷告，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愿意出去去传扬国度的福音给万民，感谢赞美主。接着传福音，并且这个邀请儿童的父母还有他们的亲戚，所以过了3次的传扬福音，我们一共有25位得救，感谢赞美主。愿这恩典与弟兄姊妹们同在，愿这10年的计划能够在泰国得着成就，愿荣耀归于主，感谢赞美主。